交流，渐渐只剩下了一份冷漠。而生活的奇妙之处在于，当天来谈事时，翠花偶然的一眼便被眼前的咖啡姑娘深深吸引，有过一面之缘的他们也给彼此的第一印象有了加分。那一刻，翠花的眼眶里满是惊喜。这天，翠花忍不住地冲向他，想要探寻一次秘密，一次久别重逢的机会。他想起来了翠花的身影，而翠花也感触到了他心头的阳光。那一刻，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。